金门，乐活金门，文化保存在金门。来，我们的携手风范。现在是微电影时间吗？哇！对，你们两个对话，不要管我摄影机。我们被采访。没有，你太太当这个发问的人。老公啊，这次我们二度蜜月啊。老公啊，我们这次来金门二度蜜月啊，你觉得如何啊？对对对，好，赶快发表一下，我们这次来玩，觉得金门好不好玩啊？对啊，第一次来金门啊，觉得还不错啊。原先还没来金门的时候，觉得好像。很小，后来来了三天，就觉得各地去走了一趟，他觉得金门还算蛮大的，因为他的这个文化的蕴底很深厚，而且呢这个文风很盛，那各个古迹呢都很有这个意义。我们看到好多家里都有贴着门帘啊，那些很棒。它每个古迹都有它的故事，而且这个故事也很感人。以大时代的这个背景来讲的话，是一个相当值得一游再游。尤其我们这次住这个陶然居，感觉很棒。对，因为闽式的建筑在珠山是一个聚落嘛，感觉就是。很有这个顶峰嘛，啊，女士的建筑什么样的感觉？女人的智慧，在这个居住的过程当中，能够展现出我们前人在人文生活上面的各个层面，它展现出它的智慧。老公，我们下一次再来，二度蜜月。我也希望下次能够再来一次玩。对，三天很快就匆匆的就过去。欢迎退休来住整个月。感觉说，可能时间还不够，下次再来一个礼拜，有个长假来我们这边。相约在下一次能够。对，好，我们就优待你们，能够好好的玩一玩。好，谢谢。哦，金门站。谢谢这个陶然居。对呀、啊，哇，感觉上很棒。这个代言费不得了了，哇！热情的招待，热情招待，好，感谢，感谢，哇哇，拍大合照，哇哇，第十二号，第十二号，对不对？这个讲得非常好，很深入。等等，大合照。来，大合照，雨伞放下，大合照来，大合照，放下，等。哦，不拘队形，不拘队形，开心就好，哇！哦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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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耶！哎，很简单，这样很好。哎，就自己找出把脸弄出来，就一二三耶就 OK 了。Anada， 哎，你要拍照，我来录影。对，他的注册商标，来练习一次，来。金门好不好玩？耶！对，哦，还要定格哦，要定格哦，记得要定格哦。耶！对，很棒哦。好，要来正式的哦，五、四。
三，拍照你录影，我录影，好，他的手机录影好，我的手机拍照，三二一，金门好不好玩？好玩，再来一次哦。再第二遍，金门好不好玩？金阁。Good， 十二号，十一号是，十二号妹妹，她是十三号，十三号，阿宝呀，厉害，阿宝呀，阿宝来，我帮你们拍，阿宝来就坐。你上机啊，我来拍啊，你的手机我来拍。阿宝，阿宝，我来拍。设定在哪里？跟阿宝一起，快点，小宝。小宝，小宝。哎，刷宝，刷宝。小宝。嗯。对啊，我都没有撞到，我没有撞到。你没有抱，要给他抱一下。来抱一下，抱一下。来一下，来一泽，一泽，一泽，要不要再抱？很重哦，来。我要拍三张，我会讲一二三木头人，一二三木头人，快三个动作。好了没？准备啊，一二三木头人哦，人的脸不要被遮住哦。前面的稍微半蹲就可以了。好嘞，第一张啊，一二三木头人。第二张一二三木头人。第三张一二三木头人。OK， 好的。哇，那我要进场哦，好。我来撑着，一二三木头人。快点，看前面来。一二三，耶！哦，圆满，哇，好重啊！我再把它翻给雅玲。最起码有几公斤？哦，4公斤。好嘞。OK， 哦，这香肠，这只香肠。结果你们只记得阿宝。不会。香肠。好，谢谢啊。活的香肠。哎呦！啊，胆子很大哦。阿宝，杨先生，他今天吃很饱，摸他肚子，像不像轮胎？像轮胎，轮胎。好，来，给你下来，来。下次再见哦。好，欢迎你来。二度蜜月，真的真的，哦，这个时候，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，至少哈，通常住个三天，你要是每一间住一天，没感觉。对，我们有专案的，有一个礼拜的，有一个月的，一个月就等于是用租的一样，房租就便宜了。我们只提供两个名额，你们只有一间拿出来用。反正就是租好朋友，像是家里面一样，对，自己家人一样来这边啊，长期给他玩。那我现在在弄助力脚踏车，电动助力脚踏车。我有看到，小朋友玩。昨天昨没有，这不是小朋友玩了，我现在还有几个脚踏车在外面，在改电动的。助力电动的，就是你踩累了，你用电动的，那样子去玩金门才更爽。因为啊，住得太远，对，开车的又觉得开车没有临场感，对，骑脚踏车又怕爬坡，骑脚踏车感觉比较好，真的要骑脚踏车，下一次这样来玩，坐这边吧，杨茂你上车，好，对，有学者的风范，对，讲得非常，这个代言的最佳代表啊。好，我再放给你。好，十三号、十二号，拜拜。阿宝，再见啦。下一次来，孩子就哇哇，就长得哇又高了，超可爱哦，这个妹妹有高高追，再见啦，再见再见，再见，开心开心啊，太厉害了，现在都是大明星耶。